三里公气象上新的天气报，你知继续个时间到气象波叔加新兴波叔你好，是阿纯你好，波叔啊，总算是拜五咯，明仔都会使放假，同款是迄个问题，就是拜六礼拜敢是好天，会使出去行行迄个波叔听讲。哦，咱即个明仔拜六礼拜两天吼，即个北海岸家人、东北角甲宜兰花莲台东吼，可能搁落雨啦。啊，其他所在是西北吼，哦，咱来看卫星这个温度吼，咱吼目前伫台湾南边吼有两个风台啦，较倒手边这是台美风台吼，台美风台为十月二日甲今日已经造成吼，咱台北市阳明山这吼超过1000毫米的这个雨，啊，宜兰南澳这边嘛超过800毫米的这个雨，啊，另外是咱正手边这吼是今日早起7点甲发展出来第21号风台，伊叫康瑞，这两个风台而且落草会安怎走吼？咱来看，而且气流加雨水度吼，啊，咱吼明仔后日这两天吼，水气同款有较侪，啊，西北风会较明显。啊，康瑞风台即马看起来，伫后礼拜进前，伊是往这个西北的这个方向伫走。啊，台美风台吼，即马看起来，礼拜暗时甲后礼拜一透早，可能登陆到这个越南这个中部了，伊会减弱。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咱吼。最近应该是讲吼，过去已经有两天吼，澳洲甲 AI 以前哦，你而且即个台美风台哦，伊走去越南登陆了，伊个会翻头哦，佮往东边走啦哦。主要即就是爱看台美风台登陆越南了后，伊个强度，以及吼即个时阵吼，康瑞风台吼，甲伊即诶即个敢会离了伤远。虽然讲即摆而且伊会翻头吼，但是看起来离咱台湾嘛是真远哦。啊，礼拜甲后礼拜因吼，咱再来注意就好啊。啊，康瑞风台嘛是同款哦，未来三天这个方向是较确定了吼。啊，在后礼拜吼，咱再来看上新的这个资料。咱台湾的部分后礼拜甲拜三吼，咱都受到东北季风佫变较强，从伊北甲宜兰则都较熬落雨。另外吼，咱今日甲拜五中昼进前，新竹宜兰平湖这边同款吼，这边风略略较透吼，今日应该慢慢都减弱啊。咱这个雨水部分哦，今日甲明仔载规工，咱东北角甲宜兰花莲台东吼，这边雨较济啊。屏东南平这嘛同款哦，中昼了后吼，明仔载甲后日哦，山区以及嘉义宜兰平地才有西北雨。啊，未来五天的部分，咱算讲礼拜吼，同款彰化甲嘉义才有局部短暂雨。啊，中昼了后咧，苗栗以北山区、台中以南哦，甲宜兰花莲台东局部的短暂雨。后礼拜开始哦，东北风阁变强啊，所以北海岸、嘉南甲宜兰花莲台东甲恒春遮嘛有局部雨。中昼了后，咱有西北雨的天气。后礼拜二甲后礼拜三吼，桃园以北甲宜兰遮落雨时间有较长啦吼。啊，中昼了后，咱山区啊、高雄、屏东的有一寡西北雨。后礼拜四，桃园以北的山区同款有喷淡薄雨。中昼了后，咱是南投以南的山区吼，有一寡啊南山短暂雨。所以咱今日即个提醒哦，就是讲吼，咱啊第21号即个风台叫康瑞哦，伊今日早起哦7点已经发展出来，咱后礼拜再来注意伊即个预测的话。啊，咱吼拜六礼拜这两天水气流了搁较侪啦吼，咱西北会较明显。台美风台即马看起来，27号暗时会登陆到越南的这个中部。啊，咱就是注意27号了后吼，伊甲康瑞风台伊这个发展。以上是咱今日的甲你讲气象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